係張家明 J。嗱，我今日又叫咗兩位寶寶上嚟咧，就係俾大家謀福利啦，學下點樣追韓妹，睇下點樣收翻啲招數，翻香港溝港女都 OK。寶寶們，可以介紹一下自己嗎 ？Hello， 我叫雪倫。Hello， 大家好，我是張小竹。好，那我今天请你们来了，是想要说，想知道台湾男生怎么追求女生的呢？我觉得台湾男生还蛮多是行动派的，对，就是可能会从一些小举动，然后去试探你，像是有时候你下班，他们会嘘寒问暖，哎，早安、晚安，然后你下班了吗？啊，晚上你要干嘛之类的。那对，在追的时候，他会很直接，我要去接你那种会出现吗？嗯，还是会有一些，还是会、行动派。对，他们会做很多事情，就是你说一，他们就做一那样子，就不会去拒绝，但是追到之后可能就不一样了这样。哦，那如果我不是先已经认识的，我可能在Facebook、IG 上面看到，这个女生好漂亮哦，那我要去密你们会回吗？或者你们这边男生会这样做吗？和这边男生会、那你们怎么才决定要不要回？我会先看一下他的那个可能 IG 或 Facebook 上面的照片，看这个人正不正常。有一些我真的遇过一些不正常，就是他可能没有照片，然后放的照片也蛮奇怪的那种就不会。我自己是不太会去，就是跟陌生人去认识，因为我觉得认识讲求缘分。就如果是刚好朋友的朋友啊，这样子我才会去有机会去接触到。所以你 IG 的都不会回？对，比较如果是礼貌性的话，可能会跟他回复一下，但是不会再更进一步。那如果有我是男生，我现在想要追你，你觉得他做什么事情可以追到？我觉得先是感觉比较重要。就如果不喜欢的话，你不管做什么都没有用。那你有听过你们身边的朋友有什么好笑或奇怪的方法去追女生吗？去追女生吗？追女生我是看过，因为我自己很爱打游戏，我身边很多打游戏的朋友，然后很多的男生啊，可能会去凯瑞女生，就是陪她。不懂是什么意思 ？Carry，OK， 陪他爬分哦，这样很好哎，知道他的兴趣是什么，才用他的兴趣去追他。对，然后就一直陪着他玩游戏，可是也很多男生就沦为工具人这样。你陪我爬，可是我没有跟他在一起。我觉得香港的男生可能有比较心机，也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好，就是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就是他会去。做一些事情，勾引你的注意，吸引你的注意啊！对，男生会想要做个事情让你去 care 重视他，他才会想你重视我，我才追。他不会自己主动去跟你说我重视你，他是先吊你，他想要知道你的心意啊。对，所以我就觉得比较有心机。那有什么举例吗？就是例如什么样的状况？就是譬如他想要知道你是不是单身的话，他可能会用朋友去试探你，就可以试一下你啊。他就说，你现在这样男朋友吗？我们两个是好朋友。我们没有，你们两个是好朋友好了，你们两个是好朋友。对，我当男生。嘿。哦，他是女朋友，我跟你广东话对话好不好？好，就是我说，你们今天两个人哦，你不用陪男朋友吗？对，他会问这事，就装，就好像不 care 你有没有，可是就是想要跟你做朋友的意思，可是他在问的问题，之间他心里面就是知道，我想知道你有没有。他们不会直接吗？很直接那种？其实比较少，要看你们在哪里认识。他可能如果我们在酒吧之类的，他直接就认识你啊，然后说怎么自己一个人啊？今天没有男，不用陪男朋友，反正不管怎么样都要很婉转。对啊，真的很婉转啊！他就这个事情是想要说，他直接问你，如果拒绝他，他就会说好像不是很开心。还有他们，你这样问他，你说有，他也不会觉得很丑。
就不会尴尬，还有他们不会觉得说，我如果我直接问你的话，那你就知道我一定不是想要跟你交朋友啊，这样很现实啊。了解。然后香港的男生也蛮常在 APP 或者一种那种交友软体，就类似那个是什么 Skype 吗之类的那种，你知道吗？Skype，Skype，Skout，交友软体，就一些交友的 APP。香港男生很爱玩交友的 APP， 是几乎每个男生都玩吗？还是也看人？因为像台湾男生，他就是有也有很爱玩的，但是也有不会去玩这种的。也是啦，可是主要是他们因为有比较少机会，香港人其实可能工作很忙之类的，然后你工作环境啊，你离开学校以后，你工作环境就没有机会认识到新的朋友。所以这个 APP 的部分就是让那些人他会在 APP 上交，那交以后他可能就约你出去，然后他就会直接要看你要不要跟他出去，如果你愿意跟他出去，就是他会觉得我有机会。接着想问啊，如果你们被追了以后你是有兴趣的话，你们会暧昧吗？有兴趣啊，会经过当然暧昧啊。那你们暧昧的阶段是怎么样？通常会做什么？就小动作吧，可能他来接我下班，或是会牵手吗？不会。我觉得是要认定我们是男女朋友之后，我才会跟他有肢体上接触。就是牵手代表在一起的，真的吗？对，这个有不一样他不是吗？如果我是有兴趣，我想要交往，可是还没交，我们发展的过程里面可能会有小接触。可能就牵牵手啊，勾勾手啊，可是就看那样的时候，看那个女生的感觉啊，好不一样哦。对，这个很不一样啊。那如果没兴趣的话，香港有个词语叫，就是收兵。时光倒转机。我们香港啊有个词语，就是形容一些我不喜欢他，可是把那个男生留在身边的，工具人吧。你这边好像是，我们词语叫收兵，就是收纳小兵，就是收兵，收兵，就是说，这你们也是讲收兵，对，就是说。他那个男生要做的事情要对你好，可是你的女生其实对他没有意思的。台湾的工具人。对啊。那你们这边工具人是乐意的吗？开心的吗？我觉得男生还蛮乐在心的。我觉得蛮多很喜欢当工具人。对啊。为什么呀？是因为你们女生一直给他一些想法吗？对啊。我会跟你在一起的。没有，其实我有听过，就是很明显说哦，我没有要跟你在一起，但是很多男生会觉得好像一直在你身边，你总有一天会感动哦。因为香港的男生就是不喜欢被当作工具人，因为会觉得说你在利用我，你反正都不会跟我在一起，你为什么用我的工具？所以香港女生比较会有两种，一种就是我没对你没兴趣，我就拜拜，或者有我对你没兴趣，可是想要让你成为我的工具人。他就会给你换上烧饼。那其实这个跟台湾女生差不多，因为很多台湾女生其实听过很多，也都是明明没有要给他机会，可是又会留着他。原来两地都会有比较不好的女生，可是台湾男生是乐意的。可是台湾男生比较乐意，如果香港女生想要当娘娘的话，就过来这边认识台湾男生就好啦。对呀、啊，那种。有些台湾男生就会觉得说他不会想那么远，他是当下他想要跟你在一起，对，他觉得跟你在你身边很开心啊，他就愿意。他们觉得努力会有结果，可是旁边人就觉得你不可能。对，那你们自己也是，就是如果不喜欢的话，你们会直接拜拜？我们会啊，我们两个不要说是直接拜拜的型耶。可是香港的男生就是觉得说没有机会的话就也不会。对啊，就很阿扎里。我这样听起来啊，我觉得香港的女生可以真的过来认识一下台湾男生啊，他们那么乐在其中，也愿意。不要这样这么坏。没有啦，就他也乐意让你开心一下，那你最后没有在一起也好像不错嘛，台湾男生也蛮帅的。天气
谢谢这两个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台湾男生跟香港男生怎么追求女孩子的不一样。拜拜，拜拜。